高雄点名许多名人当免费的观光代言人，话题炒的是沸沸扬扬。那么人选还是没有决定。不过台中的这个行销代言人已经找到了，就是有最美丽的主持人称号的艺人白嘉莉。在周日傍晚呢，他也回到了台湾，受邀无酬代言台中多项的活动。那么他踏上家乡的土地哦，不显疲累，看起来是神采奕奕的，还急着向台湾的观众问好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我很高兴今天又再一次回到我的家乡的土地。明后天我有一些地方要去探访。那有没有可能到高雄去韩国瑜代言？都有可能。好，被问及有没有为高雄代言的可能，他没有把话给说死哦。那么看到他一身亮丽的打扮，掩不住激动，还感性提到去年丈夫过世造成巨大冲击，但是回到家乡感觉是更显温暖。那么他想从周一开始有一连串在台中的探访活动，可以说是行程满档。